20年，喝了20年咖啡。啊，你这么喜欢喝咖啡啊？爱喝。你看现在我还二七五。我身后这个商场叫昆仑玉，有可能成为太原另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。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，一楼的商铺都还空着，据说还在招商中。这边只发现一家海盐咖啡，前面就是太原南内环街和并州北路交叉口。他这家店很有设计感啊，看这个外墙是用漫画形式展现了山西本土的一些有名的建筑，这是应县木塔、平遥古城、五台山双塔寺。店里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啊，很简洁很大方。哎，小哥，据说咱们海盐咖啡全线产品都是用鲜奶制作。对啊，就是这边。对，蛋白质还是4.0克啊，这个挺高的啊。看到没有，18天的鲜奶。你们是海盐咖啡忠实顾客吗？是。咋这么肯定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对啊，定位很标准，花枝的喜欢海盐。你喝的这一款是海盐最经典的海盐咖啡，带有咸味的奶盖的咖啡。啊，没有啦，我今年呀78周岁了。看不出来哈，也就60那样子，78。这一脸皱纹了，你看看这。阿姨，你这保养的挺好，就是精神状态很好。会生活。会生活。会生活。说得好。心态好。心态好。就是想吃就吃点，想喝就喝点。现在咱们的孩子们都不用咱们管了，又不是说是经济条件达不到，所以说咱就自己把自己照顾好，就是得给孩子们最好的回报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真的是，你这个生活理念是对的。你说你今天病，明天病，孩子们跟上你受累，对吧？嗯，要花钱，要受累，咱好一点比什么都强。哎，好，海盐咖啡老顾客啊。对，海盐咖啡的忠实粉丝。忠实粉丝。好好好。美女，这个是啥咖啡？甜橙茉莉茶。今天点了一杯他们海盐的经典咖啡，还有一块小甜点。哎，说一下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杯子啊？这个杯子的话是新用户第一次注册咱们的小程序下单，和咖啡一起下单的话会送一个杯子。啊，我来看一下，质量很好啊。原价是多少啊？28元。28。真不错啊，我觉得海盐咖啡的辨识度挺高。今天刚刚注册了新顾客，以后尝尝他家其他产品。